一人一单车，行动劝捐车队上大街入小巷。不止市场里验血邀约也来到球场里。邀约行动常是民众对造血干细胞验血活动的第一印象，借由车队主动出击，让消息广为传递。而车队单车都是这位志工提供。那刚好我们公司有，那我就请同事帮。 帮我把它整理一下，那大概有19部可以提供给失踪师姐，能够这个活动可以做成型。原来他自己也是捐赠者，积极付出，只为了这一天。民众来自各地，还有5名现役军人约好了一起将热心付诸行动，连家中长辈都来帮忙见证。包括奶奶跟姨婆，也跟我一起来做这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。 这是我期待蛮久的，终于我做到了。甚至经过的路人不愿错过这行善的机会。看那个大爱剧场，然后就知道那个捐骨髓可以救人。然后最近骑车上下班有看到那个红布条，想说就是来了解一下。抽血建档，只希望有朝一日能心想事成，让命悬一线的患者有重生机会。台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南综合报道。